推翻中共独裁统治，中华人民共和国党主席高毅女士要求中共独裁帮凶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、原家军黄坤明立刻下台。高毅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党的女性党主席，现在要求中共独裁帮凶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、原家军黄坤明立刻下台。我们中华革命共产党领导的中华民族解放革命，一定要推翻中国的独裁统治。中华革命共产党主席高毅。中华民国南京时间民国112年12月，2023年12月，推翻中共独裁统治。中华革命共产党主席高毅女士要求中共独裁帮凶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、原家军黄坤明立刻下台。高毅作为中华革命共产党的女性党主席，现在要求中共独裁帮凶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、原家军黄坤明立刻下台。我们中华革命共产党领导的中华民族解放革命，一定要推翻中国的独裁统治。中华革命共产党主席高毅。中华民国南京时间民国112年12月，2023年12月。